好啦，記者們，麻煩你哋出示翻你嘅記者證啊，唔該。唔該曬。嗱，全部出示翻記者證，唔該。喂，攬翻起身啦，係啊，啱啦，啱啦。點啊？點啊？你話七唔得的個人過去。係啦，麻煩攬翻先，咁我哋同你登記翻啦。好，佢登記翻嗰個公司名。你係看中國啊？你咧？麻煩，我哋嗰度買到記者證，唔該。小姐，你個記者證咧？你一係冷定喺度，一陣方便我哋查住啦。今日大約大概四點鐘左右啦，咁我就打算咧就嚟依個南邊圍呢度租樓嘅，係啦。咁我之前係啦，就喺591網度啦，就睇一個村嘅單位，咁我就好中意，咁我就諗住租，係啦。啱啱竟然就一句就話我冇錢租，我做多啲功課先嚟。咁即係咩意思啊？請問係啦。咁即係我生人唔租樓啊，而家，但係點啊？我知一樣嘢就係。係點解警方有權話
左支個在南邊圍啦，係啦，同埋我進入佢點破壞社會安寧咧？我真係好難理解點解我進入南邊圍破壞社會安寧啦。即係如果你話我啲實質嘅行為係破壞嘅，我嗌口號嘅，咁都好，咁我合理少少叫做係。咁啊，我而家乜都冇做，口都冇嗌一句咁啊，我就係一個人咁走入去南邊圍咁租間屋啫。哇，咁都唔得啊！而家，哇，而家咩社會嚟㗎？佢話：而家連香港可以正常去購買房屋、去買樓、去租樓、去購買物業嘅自由都冇啊！而家係咯，咁今次已經係差唔多第八次啦，已經係第八次警方拒絕我進入南邊圍啊！今次我會再次去元朗警署投訴警察，阻止我進入南邊圍，同埋啱啱喺地站港理職員表示。七二一的責任是警察，喺警察度嘅，港鐵公司係完全冇責任嘅，唔得啦，有港鐵公司依句得啦，係啦，咁啊稍後就會去極元朗警署，係啦，向警方查詢一下七二一事件，希望就了解一下警方嘅睇法或者警方嘅處理方法，同埋警方當日嘅處理有冇失職或者失當，咁啊陣間就會去元朗警署嗰度去查詢一下，係啦，啱啱講埋啦，我今日本身就諗住去依、這個之前我去買租樓之後，我都有去過依、這個元朗站依度，係啦，就睇評嗰個報嘅，係啦。我冇人提啊，咁警方啊，港鐵公司員都冇阻止我嘅，係啊。但係我覺得今日係七二一事件發生第十五個月，我覺得我有責任去尋求真相或者了解下個真相嘅，係啦。咁我啦就走咗過去查詢。查詢一下事件，查詢一下七二一事件，係啊，希望。但係港鐵公司就不斷回避我嘅問題，啊，就表示啦，七二一事件嘅責任係歸於警方嘅，係啊，咁就係、其他人係完全冇責任嘅，係唔係？係啦。我想問佢頭先都有話你如果入去就以危害公眾秩序，係啊係啊，社會安寧會拘捕你嘅，係啦。即係如果你再嘗試，如果我嘗試進入。暗邊我就會即時將我拘捕咧，原因就係破壞社會安寧啦。咁我都係嗰句啦，我就唔會同佢暗孔眼嘅，係啦，佢唔俾入我一定唔會入。但我喺元朗機投訴佢，係啦。你有表示你係入去想租樓？我有表示啊，係啊，我去租樓啊。佢嗰個講法係咩啊？佢個回覆。佢話叫我做多啲功課先，佢話我問我租邊度，係啦，你有冇錢租？知唔知租樓租樓幾錢？我心諗你冇錢租唔代表我冇錢租啊嘛，係咪先？嗱，你諗就咁諗啦，你點答佢咧？跟住咁我同佢講話，我係有權。我係作為一個香港市民，我有權去租樓咯。依個係一個最基本嘅人身自由或者權利嚟嘅。咁然後佢點答你啊？我又表示話，因為我就係有理由相信啦。咁你進入就破壞社會安寧，佢就唔俾我進入，禁止我進入。即係佢冇直接回應到可否租樓嘅問題嘅。點解冇得禁只可以禁止我進入嘅呢件事咧？咁荒謬嘅咧？咁法庭佢如果係要禁止我進入，應該係同埋法庭批准噶嘛？佢法庭生成一種禁制令，係啦，就唔俾我進入。南邊圍，咁我心安命抵啦。咁啊，而家你冇一張法庭證明話我唔入得去南邊圍喎，係咪先？而家係你警方話，咁你警方冇咗權利先。咁呢件事啦，我講明得啦喺度，我唔單止會去元朗警署投訴，我稍後都會去金管局投訴警方拒絕在南邊圍。大波咩嚟咗？又入嚟元朗玩啊！開心啊！今次入唔入到去南新圍啊，仔？唔該，你係咪記者啊？依家出事記者定啊？仔，好，唔係話係行開啦，同我有講兩句啫。係啊，係啊，唔該，唔該。今次會行開啦。邊頭會唔會去元朗投訴啊？又會啊，一定會啊，放心啊，而家我哋行機人啊，係啊，行啦，快啲行啦，乖咯，慢慢去投訴咯。做呢啲嘢啱噶啦，係啊，唔好搞亂個社會啱噶啦。係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不嬲都係你哋嘅。開門啦，開門啦，成功嘅機會啦，唔該。邊時請佢食間粥面啊？係啊，又同好醜啊，佢又嚟。咁但係你上次喺元朗警署投訴嘅時候，咁嗰個嗰邊係點講嘅咧？回應啦，係啊。咁我講明得啦。如果佢再唔回覆我嘅話，我會喺金管局投訴。我甚至會司法覆核，係啦。元朗警署嗰邊，我會司法覆核，警方唔得再南邊圍，依個決定係有違法嘅。我會可能會入版去司法覆核佢哋警方依個決定，因為我覺得警方冇權禁啲市民再南邊圍。如果警方唔肯再俾我再南邊圍拒絕嘅話，我唔排除稍後會
喺日本進行司法覆核，要求警方批准佢再南邊違規，由法庭批咗再南邊違規咯。唔係，即係元朗警署嗰邊冇回覆，完全冇回覆，佢哋唔可以查。點解大波咩可以由南邊圍嘅？我唔知啊，因為藍絲啊。佢先個單車入去嘅。係咯，係咯，因為藍絲嚟噶嘛，唔出奇啊。咁佢哋話警方元朗嗰邊警署冇回覆，咁點解今次仲會去？我是一個香港市民，我有權利的嘛，我有權利買樓租樓嘛，你憑啲咩唔可以入去啊？我自己又好中意尋求真相，好中意係好正義嘅，係啦，我好中意去了解點解唔得再南邊圍唔得，我就做得。你拒絕我唔緊要，我唔會強行進入。但我你拒絕我，就會去警署尋求真相，去核實翻警察嘅身份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基本市民嘅權利嚟嘅，係啦，我講明得啦，係啦。你進拒絕進咪拒絕進入，不過我咪警署咯，冇所謂嘅，係咯，大家一齊行啫嘛，唔關我事咯。但係我想講，我今次我唔會再投訴，我下今次我會稍後會真係寫上個金門局先，係啦，因為公我上次俾金門局。咁啊 ，David 要話南邊圍。係啦，同埋我會司法覆核有機會會係啦，因為警方冇權禁止我進入南邊圍，所以我會尋求司法覆核，覆核警方嘅依個決定係啦，係啦，唔好諗住學生好恰。是啦，我最喜歡就是追求真相，追求正義的，是啊，你越不讓入去我就越入去，你不讓入去我不會強入去，但我會尋求協助，我會尋求方式方法去捍衛自己的權利，是啦，你不讓入去不重要的，我陣間就會去元朗警署，要警方解釋一下為什麼不讓入去，就是這樣了。